几个人啊？你证件出示下吧。什么证件出示呀？人民警察证实用规定第四条。来，主动配你。你出啥的？不是一个就行吗？不行，要你回去吧。那你回去，人民警察证实有规定，主动表明身份。别叫你别叫，我给你拿，你客气的，你必须拿。我是不是该拿的吗？你不拿我就不客气啊！我这不给你拿的吗？看还是照啊？行啊啊，你这怎么了？有事吗？门开开。不问，出示你证件。出示我证件啊？对。你可知道治安法治安处罚87条？你别什么条？我跟你说，87条要有县级以下检查文件，你有吗？你们有吗？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们高建行已经被我告几次了，你还想告吗？哎、那你告去吧。你那个县级以下检查文件呢？你别管什么文件，你县级以下的检查文件为什么不出示？你来北京干嘛呀？来北京干嘛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那当然了。啊你里边那同志出来一下。你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。没有县级以下公安机关出具文件，你不能进来，明白没有？这是法律授权的，宾馆属于我住所啊。你没有县级以下公安机关出具检查文件，你不可以进我房间，明白没有？这属于私密房间。哦、你是否懂？啊，你可懂？治安处罚要出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查文件，你可懂？你实体已经违法了，程序目前是还可以。还有一个，《居民实施法》第15条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、第4款、第5款。你别说那么多了，你把身份证拿出来。哎，不对，我因为你实体违法了，我可以不给你的。要不然你就给我带去聊两天，好不好？去哪聊两天、啊？你说去哪聊两天？去哪？啊，你县级以上检查文件呢？那个什么检查文件？对，我没有这个，没有要求。87条，我没有要求，没有要求，嗯、没有要求。治安处罚87条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这个金泰之家这个社军网这个，他这人不配合啊？怎么叫不配合？你没有县级以上检查文件，我凭什么给你？县级以上的检查文件、证明文件，对呀、啊，你查宾馆吗？这是法律赋予我的，赋予你们的职责。什么叫社区房？什么叫社区房？你跟我说什么叫社区房？啊，我问你，我什么叫社区房？你当过兵没有？当过兵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当过兵吗？我当过兵啊、哦！你当过兵，你把你那当兵给我看看啊！你问这干嘛呢？跟你关系吗？跟你关系吗？我当兵跟你关违不违法？不违法，我可以拒绝告诉你。是当兵不违法啊？不违法，那你问我这干嘛呢？那你来北京，我来北京，这个首都是我。如果说你要是上北京反映问题了，没有啊？我就要告知你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反映问题的？不是问你吗？你为什么我可以？我去不去？我就即使去了，这也是中共中央赋予我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去告知你，不需要依法，违法你可以依法打击呗。但是你查我进入宾馆查宾馆了，你必须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检查文件，明白没有？你不出示，你就实体违法，并且治安那个居民法第15条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、第4款、第5款，第4条，火车站、汽车站、长途客站，还有社区的人这个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，你说我这个宾馆属于哪一条？你已经严重程序违法，严重的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，明白没有？那你要觉得我们是严重不是违法，你就跟你是代表你分局还代表你派出所？谁呀？你我们代表你说代表谁呀？你说代表谁？代表分局呗，是分局吗？说啥的？是分局吗？不是谁一会儿就来吧，一会儿就肚子管。啊，对，哎，我说你是你代表谁？别管我们代表谁了。那你不代表谁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你违法了，我自然就不配合你。你要合法了，你没事你进来呗。因为你在你程序和实体违法情况，我为什么配合你呢？全国人大授权的，为什么不按照？你为什么程序要违法？为什么实体要违法？哦，你说的，你说的，你懂法？啊，我不懂法，你可以进来嘛？你可以就强行进来嘛？那是啥呗？你们公安局不是没被我告过的？对吧？我们俩不是都带着那个警号吗？啊，你啊，人民警察证要首先出示证件才能进来，才能问。给你出示了。啊、对呀、啊，你不出示，不出示供，我没说你不出示啊。对，我们要依法监督你。对呀、啊，你查我宾馆，只有这个治安处罚87条，要证明我是违法的时候，还要出示证件，还要出示县级以上你县级以上这个证明文件呢？为什么不实体合法？为什么不程序合法？对不对？我给你许个没，但你没我同意不能随便进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进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哼，你查我，你想查啥？根本就违法，咱们民警现在询问他，咱们是违法的，知道吧？人家要告咱们呢，那我们就撤了啊。反正现在告知你，告知你，对吧？您要真是上来北京，不是上网站，我们是干。如果说是上网，您就依法依规，对吧？咱们都是转业军人，对对吧？警官，我第一个，你们执法时候也要依法依规，也要按照程序方法、实体法，这没问题吧？我没说不配合你，我们按照刑法条例来，你们按照这个行政法来。我们这回去呢，就跟他们领导反映，对，没问题。